秋天，各种的牛仔外套寂静蜂拥而至了。但大街上最常见的还是纯色简约的直筒牛仔外套。这样的风格虽然百搭，但经常穿未免过于普通大众化了。常见的牛仔外套还是要偶尔亮眼一下的。个性不不羁破洞型牛仔外套，首先推荐的是个性不规则破洞。破洞牛仔外套虽然也很常见，但像这种袖子上墨白破洞的设计还是独特少见的，而且还是直筒款式，风格依旧是百搭耐穿的类型。除了袖子上小部分的破洞，还有全身不规则的破洞牛仔外套，这样的牛仔外套更是新颖少见，造型很能体现个性不羁的街头感觉。低调奢华钉珠型牛仔外套，近几年钉珠也是经常与牛仔外套相结合的元素，简单的几排钉珠点缀着外套，既不会夺了外套该有的风头，又让外套夺了几分低调奢华的感觉，一举两得。除了简单点缀的钉珠，还有点缀面积比较大的钉珠牛仔外套，左边的帅气吸睛有规可循，右边的集中式钉珠更是时髦不羁。多彩阳光贴布型牛仔外套，贴布款式的牛仔外套很吸引眼球，多种样式的贴布让外套看起来丰富了很多，贴布的色系也是多种多样，看起来非常阳光出彩。贴布布满全衣的牛仔外套个性吸睛，随意披在上身，看起来很有街头风的感觉。右边数字和动物头像组成了贴布更加的可爱减龄，这三种进阶版的牛仔外套走在街上要比普通的纯色牛在外套更加时髦吸睛，风格也不是很难搭配。今年秋天来上几款这样的类型还是很不错的，长得漂亮是本钱，穿得漂亮才是本事。学识用穿搭技巧，做回穿衣的时髦精，请关注美搭潘，带给大家不一样的时尚资讯。